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，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今天我们一天都会待在这个营地，本来原本的计划呢是今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，但是正好今天我的车牌限号，白天出不去，我们还是想把车开到市区以外去，因为那样的话小花花跟阿彪也方便一点，然后呢我们的活动空间也大一点，这个停车场这里停的车也挺多的，所以看是晚上吧，或者是明天早上一早啊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今天七哥在医院，我们也去不了，他是医院现在是封闭式的管理，不允许那个家属去探病，然后七哥是有一个护工在照顾他，每顿饭都是从那个医院的食堂有护工给他送过去，然后今天中午一会儿也要做手术了，至于手术是什么情况，我们可能要下午才能跟七哥才能联系上。这一大早小阿彪就在享受他的美食了。小排骨香不香啊？那 KO 姐给他们煮的小排骨，阿彪，阿彪，哎呀呀呀呀！小花，小花，小花花，嘿嘿，煮的什么好吃的？没有菜，放了点那个卤鸡。卤鸡哦，就是那个冰箱里的。啊，把那卤鸡放进去了。还是没坏吧？那个放了两斤。没坏。嗯，没坏。行，我这边我给你拿筷子。哎呀，那 K U 姐来了就好啊，早上煮碗面条吃。哎。小花，晒太阳了。啊，呦呦呦呦呦，呦呦呦！早上给他冲个奶，喝了两口，他好像不太喜欢喝那个豆奶。我看那个奶粉是脱脂的，我就不想给他喝了，脱脂的口感不好。嗯，他豆奶不喝的话，脱脂的肯定更不爱喝。咱没有辣椒是吧？辣椒。我看啊，有一瓶老干妈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多少了。老干妈的话肯定有点咸，我给汤里放了点盐。嗯，关键没有菜，先尝一下吧。咱没有绿菜。嗯，一会儿出去买。啊、哦。快点，来喝来。啊，小花，喝来。嗯，不想喝、啊？哎呀，快来，喝来，喝来，快。嗯，不喝啊？那我给你放这儿啊，一会儿喝。小阿彪。哎呦呦呦！你在前面晒太阳啊？啊？呦呦呦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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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拿个新玩具给你玩啊。新玩具，买回来的一直没给他玩过。来，咬住，咬住，咬住，咬，咬，咬住，不会玩。新玩具，
这种其实也可以当那个飞盘的飞吧，飞出去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带你去草地？啊，哎，回回，哎，对，这样的，哎，回，哎，回，回，回，哎呀，哎。这里就是用水有点不方便，刚刚出去买了两桶矿泉水，然后做饭的水也没有了，所以买了点外卖，等一下跟 KO 姐晚上的晚饭。今天七哥的手术很顺利，下午都已经做好了，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关心，特别是很多北京的朋友都发来私信啊，或者是给我很多留言，都告诉我，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呢，他们随时可以，你们随时可以帮助我们，在这里要跟你们讲一声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今天下午其实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在车里好好睡了一觉，休息了一下。等一下晚上吃完饭，再到外边去逛一下，然后八点钟以后，今天不是限号嘛，等到八点钟以后，我们就把车就要开走了。秋姐，吃饭了。哎，哎，小彪，你的手，哎，待会儿给你做到了。看看晚上吃什么好吃的，给我们送了小饮料。小彪，你都吃过饭了啊？闻到味香是吧？哎呀，哎哎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小彪，下来。比较好用，对，好香，真的。这个是叫什么？川白肉。酸菜炒白肉。嗯。这个是叫啥来着？我都忘了。小彪，你后退。哎呀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替你合适吗？哎，合适，来，请上来。上来上来上来，看着网上看着你们俩，哦给你七哥送的医院，哦，因为我家就在潘家园肉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刚晚上我吃完饭。哦，坐，请坐。打扰你们吃饭了吗？没事。我在外等等。没事。啊，坐，请坐。你吃饭不？没事，坐吧。哎呦，你这，哎，这阿彪这，买肉多小啊？两个月。是啊，我在新疆可以买多少的。你先吃吧，吃吧。哎，你好。Hello， 我是看你视频来的。哎，你好。来的。哎，我看你。你好。你好。Hello。我拿凳子，你们先坐一下啊。啊。我这个怎么？哎呀，我应该开车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在哪样。啊。所以我就没敢开车来。啊。你赶快吃吧，先。没事，我们待会儿吃。待会儿吃一样的。哎呀，不应该打扰你。没事。刚刚来了两位来看望我跟 KO 姐的朋友，他们也都很关心七哥的状况，都知道七哥今天动手术，所以也等不及明天的视频了，来到这里了解一下情况。
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。等下我们就要出发了，离开这个营地了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